받으실 성경 말씀 보시겠습니다. 오늘 멍은典的 经文是 요한 3서 2至 4节. 요한 3서 2至 4节.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阿门。通过音乐院的恩高结会医治我们，并且赐给我们应允的父神，将一切感谢荣耀归于您。有意大大大教区长李美京牧师为我们证道，题目是灵魂兴盛的祝福。 感谢以马内利长沙发的现实和你西管弦乐团的演奏。而且为了外面电视周刊辛苦的基辛电视台。通过电视周刊，我们有看到了一月份的恩高聚会当中得到医治的见证。 因为时间关系呢，没有更多的见证。那么以后呢，还会继续给大家介绍。虽然是在短暂的见证时间，我们圣徒们当中好像是没有过就是病痛的人，也许是不知道。但是呢，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都。 작고 크고 큰 이런 통증들 이런 것만으로도 얼마나 감사하고 행복한那么有就是大大小小的这个痛的人呢，都知道有一点点的是痛苦呢，也是很难受的，但是。 都회개하고돌이키고看在一月份的恩高聚会当中呢，那之前就开始做准备悔改反省自己，然后有得到医治。也在之后呢，也能够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不只是本教会，还有国内，在海外也有很多圣徒呢得到医治，得到问题得到解决。再一次这样感谢荣耀归于父神，感谢父神。 可能是我要正道，那么我在梦中呢，我就跟圣徒们说，我们向主任牧师面前表达我们爱的告白。我是做这样的梦。 지금 이 은사 집회나 또 2020년도 작년 那么恩高聚会还有从去年12月末开始到这个2020年新的一年开始现在的这个潮流，我们外面的圣徒们非常幸福喜乐，有主任牧师的善公益爱。 那么我们圣徒们呢，现在呢是心中充满了这样的对主任牧师的爱。就是在梦中呢，也有这样的感受。主任牧师是非常恳切的为我们祷告祈求，在牧者的空间里面，我们能够尽情的这样荣耀父神。为了我们圣徒们，主任牧师呢是时常为我们做祷告。 这时间，我们向主任牧师对下告白。亲爱的主任牧师，我们感谢您，我们爱您。感谢主任牧师这样恒久等待我们，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感恩的心向主任牧师告白。亲爱的主任牧师，感谢您，我爱您。对，感谢您。 여러분들도 그러시겠지만. 大家也应该是那样。那么我呢，这没有跟主任牧师在一起的时间，好像是更加经常梦到主任牧师，经常能够梦到主任牧师，而且在梦中看到的场景呢，是主任牧师回来，然后呢，就是跟我们圣徒们见面。 做过很多次这样的梦，然后呢，在这梦中呢，也能够看到我的心。跟主任牧师见面的时候，也有。
惊愕的人、出去的人，然后我就是心里呢就想，他们不来就好了。在梦里呢也有这样的心，我能够查看自己。在梦中呢，能够感受到我的这个心。还有这样的恶，但是我们主任牧师呢，心怀这一切，又忍耐等待。我又听到了有个人做个梦，这个人呢做了梦之后呢，说这里面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还有很生气的这些事情，但是呢，因着主任牧师的爱呢，都融化了。感谢我们万民的圣徒，在这样的潮流当中，我们呢，也有很多工人呢，都是带着主任牧师的心。牺牲献身服侍，如果没有带领人也是不容易的，是这样的时间。但是呢，看就在请领守这牧师也有他这样的牺牲献身和爱，所以我们万民呢也能够这样是站稳。也感谢就在请领守这牧师。这时间的话也呢是在1995年度主任牧师在持旧迎新礼拜的时候为我们见证的话语，是灵魂兴盛的祝福。1982年7月25日万民教会开拓之后，那么今天呢正好是过了37年6个月13天。在这里面呢，我们因着父神的爱、主的爱和牧者的爱，在大大小小的熬炼当中呢，我们也能够度过灵肉间蒙福的生活。在上一周主持恩膏聚会的时候呢，通过主任牧师之后带领领守这牧师的手帕祷告，有很多圣徒得到了医治，得到了应允，而且在国内外呢，也有很多圣徒渴慕恩膏聚会，在做准备，体验到惊人的全能。刚才我们也看到了那位印度的圣徒，他也是因着肌肉的异常，他是身体是不能自由活动的，也不能控制。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通过恩膏聚会的祷告得到恢复。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影像，还有牙齿到牙科要拔掉这个牙，但是呢没有解决。但是接受祷告之后呢，牙齿呢自然就是掉下来了，而且呢还需要牙齿矫正，没有带需要带这个矫正器的情况，而且呢要这样矫正的话呢，还要带1年以上的这个矫正器，是很不容易的。要长期呢带这个矫正器才能够矫正过来，而且吃东西的时候呢也是很不方便的。但是呢接受一次祷告呢，就体验到了神同在的做工，我们在看到这样的神的做工。那么旧约和新约里面发生的事情，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也在发生。虽然是医学科学都发达的这个现今，但是呢旧约新约里面所出来的所记录的那些全能的做工，我们也是在现场能够亲眼目睹，而且呢一周也不间断，一天也不间断，我们能够看到父神与我们同在的做工。我们在万民里面这是极大的祝福。家庭的问题得到解决，离婚要面临离婚的家庭呢得到平安，会成就和睦。还有事业倒闭，在面临事业倒闭的这样的事，这样的然后呢只是就非常绝望的时候，就是偶然听在路过这个我们教会，然后听到赞美声，又来到教会，然后呢得到了平安，又得到了物质祝福，也有这样的圣徒。
遇到万民祭坛，拥有了真正的盼望，得到了很多祝福。在座的我们圣徒们呢，都是这样蒙福的见证的主人公。而且呢，在因着疼痛只能面临死的那样的情况当中呢，也是来到万民教会，通过主任牧师的祷告，面临死的人得到医治，带着感恩的心侍奉敬重，成为教会的工人，作为主仆，也都是这样活着的担当使命。恩膏聚会的当中，我们也看到江英植牧师，他也是以前呢，也是非常爱世界，但是呢。遇见万民祭坛，又得到了祝福，而且呢，交通事故当中也得到了保守，然后又这次呢又上台做见证，也非常感谢。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得到应允，得到祝福，得到医治，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这样的心，感恩的心而奔跑，所以呢，也是想更加敬重在神面前，侍奉、传道。在各方面呢都是尽忠，我万民时常在父神的恩典当中，在爱里父神的爱里面呢，过着平安幸福的生活。现在依然也是与我们万民同在，显现为他爱我们的证据。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祝福，是因为有亲爱的主任牧师为我们解析的这些生命的话语，还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加好的吸收这些话语。消化不好的人呢，让我们能够更加好的消化，然后让我们能够好的领悟这些话语而生活，这样给每个人处方，然后让我们能够吸收这些话语的营养。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祝福，到世上到就是到医院去验着要医治什么疾病，他们说因为这样这样的事这样的原因要吃这样的药，会有的人呢是会得到医治的，但也有一些疾病呢是得不到医治的。但是呢，我们在神面前只要好好的吸收神的话语了，然后呢是按照这个处方那样去做的话呢，任何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我们在准备主的再临之日，我们父神呢在等待通过万民得到成就父神的旨意，而且呢也是在寻找成就诚心和充足信心的人。所以呢，也在查看我们是否爱慕者、信赖慕者。在2018、2019年，我们度过了这样祝福的熬炼。那么，前不久呢，我看过一个两弟兄的视频，就是这个哥哥呢是4岁，弟弟呢是3岁。在父母的保护下，弟弟成长到3岁时呢，因为他开始学着模仿哥哥，他呢到了3岁开始呢，就是一直就是模仿他这个4岁的哥哥的样子，而且呢总是跟着哥哥，哥哥跳舞呢他也跟着跳舞，哥哥唱歌他也跟着唱歌，就是比起跟着爸爸呢，他是更加喜欢跟着哥哥，非常爱哥哥。哥哥去卫生间呢，他也是要跑着去跟着去，然后去厨房呢也是去，哥哥想吃什么呢，他也要跟着吃。那么哥哥呢被邀请到他就是朋友的生日会，要被邀请的人才能够去，但是呢这个弟弟呢也是哭闹着要参加，然后呢这个爸爸呢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呢就是想阻拦他不让他去，但是呢他还总是哭闹，然后哥哥呢就是不得已呢就带着弟弟参加生日会。但是看这个弟弟呢
还没等这个吹蜡烛那就要吃生日蛋糕，而且呢送给这个朋友的礼物呢他也要拆人家的这个礼物，所以呢这哥哥呢也是很伤心的，而且给他们庆祝给就是庆祝生日的时候呢还是都要戴这个生日帽，但是这个弟弟呢他也是就是要戴。然后看着哥哥呢就把自己戴的这个生日帽呢摘下来给弟弟戴上。虽然弟弟呢这样很调皮，但是呢看这个哥哥呢也是非常爱弟弟，也是都是让着弟弟。那弟弟呢只顾着吃东西的时候呢，哎，这个哥哥的其他的这些伙伴们呢就一起玩起来。那因为这个弟弟13岁，差一岁还是小一岁，所以呢还是跟不上这个哥哥们的步伐，他总是玩不到一起，他就是在认真的寻找哥哥。然后呢볼이이렇게있는풀속에이제들어가서혼자있습니다혼자있는데형만계속他就到那个球场，就是他呢也是总是在寻找哥哥，看这个哥哥在做什么，계속주시하고봅니다그런데여기서문제가생겼습니다형한테但是在这里呢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哥哥呢就是为了옷을입고간옷이좀큰옷이었습니다跟女朋友有玩，然后呢就是有这个穿一个比较看起来好看的这个裤子，稍微大了一些，但是呢哥哥呢在跟女朋友玩的时候就是玩这个蹦床，哥哥穿了这条裤子的是大了，所以呢跳蹦床的时候呢这个裤子就掉下来，在朋友面前露出几次内裤后呢，他最终呢还是从床上蹦床上呢就是下来跟女朋友玩别的游戏。然后呢哥哥问女朋友说你喜欢我吗，就是这样的时候的这裤子呢又掉了下来，就是觉得很害羞又慌张。那个弟弟呢就是看到哥哥这个样子，这个3岁的孩子他自己都穿衣服穿裤子都不容易，但是呢他就是把自己穿的这个裤子呢给脱下来，他只不过是3岁，说话也是说的不流利，说哥哥你穿这个，然后呢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给哥哥穿，然后就穿着尿不湿的，就穿着尿不湿的这个弟弟呢就是跑到别的地方去，让藏在这个球里面。然后这个哥哥呢非常感谢弟弟，然后呢就是跟女朋友一起玩，但是呢心里呢没有一丝的喜悦，他总是想到把裤子脱给自己的弟弟。그동안에는혼자놀고있는것내가지금좋기때문에내가 여자친구하고노는게좋기때문에那之前呢就是跟女朋友玩非常开心，跟这些伙伴们玩呢非常开心，没有管弟弟。但是呢看到这个弟弟呢把自己的裤子都脱给他啊，所以呢他就心里呢总是牵挂着这个弟弟，然后呢跟女朋友就是说再见，然后呢就离开了。然后他呢找到他是到那个弟弟那里去，然后这个弟弟呢只是穿着尿不湿的样子，然后呢他又找了一条弟弟能穿的裤子，然后给弟弟穿上，然后抱着弟弟说我爱你。我看到这个视频呢我想到很多，我就想这孩子也是真的是很天真的，看哥哥呢也是为了看这个弟弟呢也是放弃自己想跟朋友玩的这个时间这样的机会，而且这个弟弟也是一样为了哥哥着想，连自己平时穿裤子都不容易，但是他看到这个弟哥哥这裤子总是往下掉下来的这个场景的时候呢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给哥哥穿，
他的哥哥呢被弟弟的这样的行为所感动，然后又回到弟弟的身边。我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我想了很多。我们的父神主还有我们的主人牧师为我们牺牲了许多，우리에게많은것들을내어주셨음에도불구하고우리는어른이돼서但是呢我们都要像小孩子一样才行，但是呢我们变成了就是成年人大人的样子，然后呢不合自己的心意呢就离开背叛。我就想到还是这个小孩子更好，比大人强，要成为这样像小孩子一般的心才可以。我想到不断给予我们的，给予我们爱的父神主和我们主人牧师的爱。我刚才呢也给大家讲了我做的梦，那么现在呢我要成为那样的人，我要能够为灵魂付出给予的人，不是只像那些给自己带来利益的人，要即使是背叛的人，即使是离开的人，也要向他们给予爱，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变化，能够回转，忍耐等待。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成为大人的只是想着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如果认为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呢，就会背叛。那要想到时常等待我们的神的爱、主的爱和牧者的爱。所以我看到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也流泪了。有个人呢在主任牧师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也是觉得非常委屈非常生气，然后呢他只是很伤心，所以呢就是生病了，真的是想要死的这样的心情，非常痛苦的度过。但是呢在主任牧师呢，他梦到了主任牧师，他就想到主任牧师呢是这样委屈，他一想到那些害主任牧师的人呢，就是非常讨厌非常恨他们。但是呢看主任牧师呢一一的与那些人见面，又给那些人探访，然后呢看到那些人离开的时候呢，主任牧师又流泪，就是做了几次这样的梦。那之后呢他也感受，他也感觉到自己心里面的这个恨心呢也消失了。我们的心呢也要，我们也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心，如果父神的爱、主的爱和牧者的爱在我们里面，那么也不要说他为什么蒙了恩典现在却不珍惜呢，我们不能那样，而是要查看蒙了很多恩典的我是否更新变化了。我们要再次确认父神向着我们所愿的是什么，而且呢要更加感谢父神所赐予我们的祝福。如同今天的主题一样，我们要查看灵魂 是否兴盛，愿在这时间呢成为以重新和充足的信心不断前进的蒙福的时间。灵魂兴盛的祝福，第一，来查看一下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我们通过话语呢，我们都知道在这世上的生活并不只是全部，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并不只是全部，我们有将要去的永远的住处。但是世上的人呢，认为拥有财富、名誉、知识和权力呢是有福的人，而且再加上健康长寿、子孙满堂，就别无他求了。他们认为呢，这是在世上生活最大的祝福，健康生活，然后平安的死去，
这是最祝福的生活，这是世上人所说的祝福。然而在世上拥有这所有条件的人能有多少呢？表面上看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很优越，但实际上并不是。有富有名誉的人，那么真正家庭平安的人又能够找到多少呢？也有很多自杀的人，还有家庭家族之间呢，也是因着财产问题呢，又有纷争。在我们万民里面呢，是很难理解的事情。看到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他们呢还是要拥有更多的财产呢，就是弟兄之间呢也是互相纷争。我们就会想到他们为什么要那样，我们外面的并不是那样，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心呢都是成就了，就是想希望对方能够更加得到的这样的心。有些家庭呢是想要孩子呢，但还怀不上孩子，而且呢家人呢被疾病折磨，因为学历低常常感到自卑，或有很多人呢是因为没有权势生活在不安当中。那并不是说你学习好就会知足，这样的人并不多。如果别人比自己更高，学历更高，或者是成绩更好，那又会自卑伤心。比如说自己家里面呢还有游泳场，还有宽敞的房子，很豪华的房子，还有保龄球场等，有这样的设施，但是这样的人呢还会羡慕拥有自己这个专机的这样的人，所以呢总是羡慕比自己更富裕的人，所以呢认为自己是非常贫穷。在这世上所说的富裕富足是不能满足填充自己的这个属肉的心。那么在世上获得了所能得到的所有祝福，就能说他是真正蒙福的人吗？努力生活即使得到了很多祝福，但到了老年时呢还是能感到那生活的空虚。为了躲避死亡呢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就是为了多活几年，然而呢最终呢只剩下一把尘土，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这样想过，就是有很多的坟墓，有就算是这个坟墓做的再怎么漂亮，那么在这个零下十几度的这样的天气当中，也没有人去给这个坟墓只是盖个被子，不会那样的。就算是再有名誉有权并富足，那么最终呢剩下的只是一把尘土，这就是我们人生。那看到这些时，最大的祝福呢是没有忧虑，得到永生的祝福，这才是真正的祝福。也就是说，进入没有眼泪忧愁痛苦疾病和死亡的天国，得永生才是真正的祝福。那么怎样才能不见死亡得享永生，没有心里有烦的生活在这世上呢？看路加福音16:39-31呢，出现了财主和乞丐拉撒路的比喻，这是关于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临时充饥的讨饭的拉撒路时候的内容。在这世上即使是财主丰衣足食，但如果不敬畏神，死后就会掉入永河里受折磨。但是敬畏神的人，即使在这短暂的世上受蔑视过乞讨生活，但死后呢会得到天使的服侍，得享安息幸福的生活。那么这两人中谁是更加蒙福的人呢？真正相信死后世界的人
当想到长寿，就算是长寿，也现在呢也只不过是能活到百岁。想到长寿才能活到一百岁，那么比起财主，当然认为讨饭的拉沙路的人生才是蒙福的人生。在这世上虽然是贫穷，是个讨饭的，受别人的蔑视，但是呢接待了主，拥有真正的信心，得到了天国的祝福。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当然讨饭的拉沙路的人生才是蒙福的人生。享受至高荣华富贵的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老年的时也告白，人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唯有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才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为什么所罗门王做出这样的告白呢？因为在这地上所拥有的没有一件能带到死后的世界，因此这不是属神的，是一朽坏的，是虚空的。而生活在这世上时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神就会赐下永生之福，按所行赐给我们奖赏。那么至于死后能够拿走什么呢，带走什么呢？什么也带不走，就算是有很多金子，就算是生活在金光灿烂的就是住房，那么也不能带走，就算是有名誉权柄都是不能带走。在这世上呢，就算是成为总统，那么作为总统任期结束之后，他们是怎样生活呢？那么有很多人呢会想到，为什么要那么想当总统呢？要过着那样的生活呢？那么信神的人，特别是我们万民的圣徒，并不是说信神的人都是那样生活。那么真正拥有天国盼望的人，不会把心放在这世上的荣华富贵，我们呢会更加仰望天国，想在天上更加积累奖赏，积累祝福，会更加努力地按照神的话语去遵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神不仅赐给我们天上的祝福，还会赐给我们在地上的祝福。申命记二十八章里面也记录，敬畏神的人，神应许他领到所有的祝福，会得到，会出入蒙福，就是得蒙万事亨通的祝福。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仅要得享永生之福，而且呢还要在这地上呢也能够享受所有的祝福，荣耀父神。在这世上呢，我们万民的圣徒，主任牧师说过，让我们过贫穷的生活吗？不是的，对我们说要得到祝福的，要得到祝福，过富裕的生活。作为信神的人，当然要得到祝福，要富足，要给他人传道，给亲戚家人传道。那么如果自己过着贫穷的生活，还说得到信神的话就能得到祝福，那么对方会怎么说呢？那你看你这样信神，你不是也很贫穷吗？好像是还没有一个住房呢，那你自己蒙福吧。就这样去说，所以呢我们听到主任牧师说，我们要更加健康，要得到祝福，在世上呢也要成为世上的光和盐，也要得到做首不做尾的祝福，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正是拥有充足信心的确据。拥有充足信心的人会羡慕世上的荣华富贵和名誉权势，不会为世上的事思虑忧烦，而是过着凡事谢恩的生活。如果我们相信德蒙的祝福是无人能给的，永远幸福的生活，而且为我们预备住处，预备的住处呢不是虚空的，而是荣美的天国，那么我们能常常喜乐。即使呢出去吃好吃的，看好的风景，去旅游，但是呢仍想回那小房子里，这是因为这是我的家。就算是到外面去旅游去玩，那么最终还是很想回到自己的家。我们的心就是应该这样，就算是在这地上
拥有了一切。那么这世上的一切呢，都是虚空的，天国才是真实存在的。主任牧师呢就是这样成为我们的榜样，遵守神的话语，并且呢告诉我们要一同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呢，让我们即使是遇到任何熬炼，也能够更加充满喜乐、感恩。我们也在堂堂的跟随主任牧师走这条路。当我们拥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神就会阻挡我们的试炼患难。即使是我们遇到了试炼，神也会使这一万事呢都会互相效力，让我们能够得益处。我们的信心呢会引领我们走向蒙福之道，并赐给我们万事亨通的祝福。因此说，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人生的价值不是这地上的虚无缥缈的财富、名誉和权利，而是盼望天国，盼望最荣美的新耶路撒冷。愿我们都能成为更加努力奔跑的蒙福的圣徒。仰望天国而奔跑，那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生活。所以我们万民的圣徒才是得到了真正的祝福。我们在神面前尽忠侍奉，在父神面前所献上的一切，你们觉得很可惜吗？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是看什么而献的呢？献身礼拜的时候，有谁是谁劝勉你说献身礼拜要多献在神面前吧，然后就都献在神面前，那就是觉得可惜吗？那么你献的时候是看谁而献的呢？我们呢是时常我们献的是献在神面前。我们主任牧师也是成为了我们的榜样。就是看修炼会，修炼会又是怎样呢？主任牧师是最辛苦的，为我们见证话语，念到恩膏聚会，但是最辛苦的人呢是主任牧师。但是看主任牧师呢也是非常感谢神。为什么呢？感谢神应允我们圣徒们很多的问题，所以主任牧师在神面前又献上感谢献金。那么大家有没有这样带着这样的心献上呢？我所传道的灵魂得到了医治，所以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又得到了医治，非常感谢。所以呢，尽心尽意的就献在神面前了吗？献在神面前之后还觉得很可惜吗？不是的，尽心尽意献在神面前的人呢，不会觉得可惜的。为什么说是自己？为什么会想是自己吃亏了呢？为什么那样做就现在都是白费了吗？就是可惜了吗？我所献上的一切，那么是仰望神而献上的，不会觉得可惜的。因为我已经得到了祝福。那么以前呢也有把房子都卖了，现在献上了建筑现金。看李正浩长老还有边劝士，我们教会开拓没多久他们就来了，看到他们为了献上建筑现金又卖了自己的住房，他们是尽心尽意的献在父神面前。我没有问过他们，那么大家可以问他们，你们觉得可惜吗？可以问一下他们，他们会怎么回答？不会说可惜的。拥有天国盼望的人呢，不会觉得现在神面前的那一切呢是觉得很可惜、很后悔，不会那样的。就是想无论如何呢，要在神面前献得更多。大家为了自己的儿女献上了多少，付出了多少呢？那么在神面前又献上了多少呢？带着如果爱父神，现在神面前的怎么能会觉得可惜呢？会想怎样能够更加栽种在神面前，成为教会的力量。我们的心呢要更加仰望神，在神面前过着更加完全的信仰生活。
如果我们领悟到了人生真正的价值，那么灵魂兴盛就是第二个祝福。那么怎样才能够灵魂兴盛呢？我们就要知道灵魂兴盛是什么。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23，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原来呢，灵是灵呢是不变的，原来灵是人的主人，魂如仆人一样要顺从灵的指示。接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的人呢，灵死的灵呢会复活，成为了拥有灵魂肉的人。但是接着耶稣基督之前呢，属于神的灵已是已死的状态，所以呢，只不过是拥有魂与肉的人。那么灵死了指的是什么呢？灵魂兴盛又是指的什么呢？魂原来呢，应该是灵支配魂才可以。这个肉体呢，只不过是一个灵魂居住的一个帐篷而已。当神呼召我们的灵魂的时候呢，这个肉体呢，肉体只不过是无用的，会腐朽的，结果呢，会成为一把尘土。这就是肉。就像房子长期没人住，就会积聚很多灰尘腐烂，最终呢会倒塌一样。我们的灵魂呢离开我们的身体，肉体呢就会冷却，没过几天呢就会腐烂发臭，结果呢归为一把尘土。这里的灵是属于神的灵，是真理，是永不变的生命，是爱。圣经里所说的灵魂兴盛是灵与魂合一，魂与肉受真正的主人灵的支配的状态。有灵的活人亚当原来呢就是这样的状态，是灵支配魂。创世纪2里面记录亚当犯罪之后，亚当呢没有顺从神的话语，他犯罪之后呢，罪就进入里面。罪流是亚当和夏娃呢被蛇所引诱，所以呢没有顺从神的话语。之后呢，灵呢就死了。亚当是属灵智人，有灵的活人的时候呢，能与神进行交通。但是呢，不顺从神，受到咒诅之后呢，就与神断绝了交通，灵呢渐渐死去。结果呢，沦落为受魂的支配的属魂之人。因此呢，这个。因此呢，发生杀人和各种各样的罪。人没有顺从神的话语，结果呢，原本是人是人的主人的这个灵呢死了。创世纪3:14，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灵异上蛇吃土就是仇敌魔鬼管理不按照神话语生活的人应当走向死亡。如今所以呢，如今的仇敌魔鬼呢为使人类呢变为自己的奴仆，主宰人的灵魂和想法，让人们犯罪，因罪的工价面临死亡。像这样，首先的人亚当呢，就是没有顺从神的话语，走向死亡。所以呢，亚当的后裔，所有的人呢，都只能走向死亡之路。人心呢，被罪恶所沾染，追随情欲生活，因此呢，会经历仇敌魔鬼所带来的眼泪、悲伤、痛苦、疾病、不幸、死亡。神创造人并赐予了治理这地，管理万物，并守护伊甸园的权势。
但是犯了不顺从的罪后，受到神的咒诅，被逐出伊甸园，所有的权柄都交付给了仇敌魔鬼。那么怎样才能够让因罪死的灵复活呢？我们外面的圣徒应该都知道答案，只有一条路，让我们的灵复活的那条路呢，只有靠耶稣基督，要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已死的灵才能够复活。为了拯救代赎所有的人类的罪，来到这地上的耶稣，他为了代替所有人类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所以无论是谁，只要告白自己的罪，接待耶稣基督为救主，心中领受圣灵，已死的灵就会复活。虽然身体的活动停止了，但是人的真正的主人灵是活着的，已死的灵也接待耶稣基督，领受圣灵，那么灵就复活。所以呢，要灵魂兴盛，首先呢，灵要复活，之后呢，已复活的灵呢，还要继续成长。成长就像刚出生的婴儿，如果不发育不全，那么就只能死一样。我们的灵复活了，就要照神的话语而行，这样呢灵才能成长。如果已经是30岁的人，连精神年龄呢还停留在10岁的话呢，就不能说是正常的发育成长。灵成长呢，不是在于出席教会的年数，而是根据有多么效法神的心才会成长，有多么顺从神的话语，有多么成就善，有多么遵照神的话语而行，我们的灵才能够成长。不是说出席教会年数多了，而且担当使命，这就是灵能够成长。我们的灵直到主再临为止呢，要不断的要成长。约翰三书3:4，看三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遵照神的话语而行而努力，这样的时候呢，神就甚喜乐。看4节，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比这个大的。那么神呢，是当我们按真理而行的时候呢，是非常喜乐的。只不过是自己担当了使命，来教会的年数多了，那么就神就会喜悦。不是的，当我们行真理的时候，按真理而行的时候呢，神会是喜乐。那么要按照真理而行，使灵成长。那么属灵成长呢，就是要顺着圣灵而行，效法主的心，这样去遵行，这样去做的时候，灵就会成长。那么这样灵成长的人呢，心里呢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能够结出八福和爱的果子。已死的灵复活后呢，就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走上完全救赎之路。根据灵魂兴盛的程度，当然呢，根据信心的阶段呢，还是要有征战的，这个灵和肉呢会有征战，这个魂还有肉呢，灵魂仇敌魔鬼呢在支配这个魂，我们这个魂要与这个灵合一呢，就是还要就是有这个征战。神呢让我们与罪恶相争，离倒的流血的地步，不是说平安的这样的过向生活。我们也在牧者的空间当中呢，其实是过着平安的信仰生活。
自己心里虽然是有些负面情绪，但是呢，到主的牧师面前的时候呢，那里面的心里面的那些恨心、猜忌、嫉妒呢，就好像是消失了一样，只不过是暂时给掩盖了。离弃跟掩盖是不一样的，只不过是掩盖而已，并没有完全的离弃。灵要支配治理魂才可以。那么在2018-19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如果是灵真正支配治理魂的话呢，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喜乐感恩的，会互相相爱，不会攻击对方，不会揭人的长短，会在真理里面呢，能够等待父神的方法，由父神来解决。但是呢，不是我们的灵支配魂，而是魂来支配灵，所以呢，我们的灵魂没有得以完全，灵魂没有兴盛。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度过了这样的时间。仇敌魔鬼撒旦呢，不断的给我们带来非真理，通过各种各样的情况呢，让我们给我们带来疑惑，栽种那些非真理。如果不割礼内心，如果不开垦心田，不知不觉中，那么自己里面的这些荆棘和棘藜呢，还会成长，已经拔出的那些草呢，又会长出来，里面的那些石头呢，又会长出，又会发现。我们要发现这些，当发现而离弃的时候呢，之后才能够过着蒙福的生活，要这样呢，就会有激烈的属灵的战争，而且呢，这个过程呢是都要通过的。使徒保罗呢，对肉体和圣灵相争的这个过程呢，在罗马书7:22-24里呢这样记录着：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就是说，顺从圣灵的里面的这个灵心，和让顺从非真理、顺从魔鬼的非真理的心相争的时候呢，更倾向了体贴肉体的这一边。所以，当这两个律交战的时候，顺从圣灵的律就不会痛苦，反而呢会喜乐、充满、会感恩的。但是呢，追随这个情欲、追随非真理的律的时候呢，就会感到痛苦。但是呢，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如果不痛苦的话，也就是说，这良心已经是被热铁烙惯了，就是已经麻木了，不知道什么是真理、非真理，不能领悟，所以那才是更加悲惨的事情。所以呢，圣灵还在敲扣我们的心门，这样的时候呢，心里呢还会感到痛苦。那么当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要悔改，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不要受仇敌魔鬼撒旦的支配，要靠圣灵的帮助，我们的心呢要更加成就灵，而且要不断的，要不停止祷告，追求圣灵，顺从圣灵，也从灵圣灵生灵，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要成为灵魂兴盛的祝福的圣徒，蒙福的圣徒，灵魂兴盛的祝福的人呢？要有行为和祝福的证据随着。那么灵魂兴盛呢，就是灵与魂合一，这里灵治理魂的状态。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灵和魂会相争，会感到痛苦。所以呢，主在马太福音7:14说，引导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以前主任牧师讲天国地狱正道的时候，在万民这台里面，万民教会里说有三分之一不能得救，大家还记得吗？听到这话的时候，虽然那时候是主任牧师给讲的，是父神所说的，也是认为是对的，但是呢，还有一些不理解，在万民教会里面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人不能得救呢？但是呢，度过这2018、2019年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这话语是真的，所以呢，要更加警醒。如果不能得救，那么留在这个地上，那么主降临。迎接主的那一瞬间，我们是非常期待，那么就是跟旁边的人说我们到了天国见面，在新耶路撒冷见面，那时候我们会这样等待着主再临的那日。那么有一个人先被提升，那么是谁最先提升上去呢？是主任牧师，然后呢就是按照这个信心的这个大小的顺序呢，一个一个的被提，但是呢自己呢却 留在这个地上，说谁谁也上去了，谁谁也被提了，我的家人也被提了，自己呢还坐在这个坐在这里这个地上。那么度过这个将近两年这个时间，就想真的有可能会是那样，但是呢还是有机会的，现在还是有机会的，就算是现在在这里，在这圣殿里面，那么要像这话语一样，大家有没有灵魂兴盛？是不是灵在支配魂？那么还是魂在支配灵呢？我们要查看一下自己，如果还是魂支配灵，还是跟着这样那样的事情痛苦，还有心里还很难过，或是还有这样的人的话呢，要完全的以神的话语来战胜，然后得以更新变化。在主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告白主耶稣，快快来，成为我新郎的主，这美丽的新妇在这里等您，请您把我接去，要能够做出这样的告白。灵魂兴盛的人，第一呢，会指以是和阿门来顺从。看创世纪22章，信心的始祖亚伯拉罕，对于神让他将自己的独生子以撒献为燔祭的这无法理解的这话语呢，也是完全的顺从，得到了神的祝福。因为是通过熬炼他的灵支配了魂，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呢能够完全的顺从。属灵的人呢，完全的顺从信赖父神的话语，所以呢能够以喜乐的心顺从。在过这个1年8个月的期间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灵与魂没有兴盛的样子，就是就论断定罪，出现不平不满的样子，没有顺从秩序，在神面前所行的一切呢，都像是在人面前所做的一样，感到非常痛苦。看到这个行为还没有完全的样子，但是看到灵魂兴盛的人呢，要只顺只以真理话语而行之，在真理话语当中呢，要阿门和顺从。如果是追求圣灵的，就要只以是和阿门来顺从，这才是神所愿的。第二，灵魂兴盛的人呢，是常常喜乐、祷告、凡事谢恩的人。灵魂兴盛的人呢，是只以真理的话语为标准，面临任何艰难的事情呢，不是只带着伤心的心而生活。即使行在真理中却遇到困难，那么在这个时候若是完全信靠神，只行真理信靠神，那么就会让以后的荣耀呢大过先前的荣耀，就能够相信着神的话语。但是呢，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会成就。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埋怨不平，反而呢会更加感恩。
如果说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不能与周边的人合一，那么就要求圣灵的帮助，聆听圣灵的声音，要与真理的话语按照神的旨意而去思考去行，这样的话呢就会得到灵魂兴盛的祝福。第三，灵魂兴盛的人会努力做主的工。灵魂兴盛的人只要是主日呢，只要是说主的事呢，不会不管的，只要是主所愿的都会去寻找主去做。那么主也是为了罪人呢付出了自己的身体，也为了门徒们洗脚。灵魂兴盛的人呢会牺牲自己服侍他人，教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么曾经尽忠的人呢，就是说等教会平静下来再尽忠，等主的牧师来再尽忠。那么那期间是看谁过信仰生活的呢？要看主，仰望神和主过信仰生活才行。如果是这样的人呢，遇到艰难的环境呢，要更加尽忠，要积累奖赏，这么去想的人呢，才是更加智慧的人。那么灵魂兴盛的人在任何情况当中呢，也是指信靠神，竭力多做主工。在座的我们圣徒们，特别是参加周五礼拜的圣徒们，因为大家的都是带着这样的心而奔跑，所以呢都是灵魂兴盛的人。那么灵魂兴盛的话呢，神就会赐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会赐给我们万事亨通的祝福。灵魂兴盛的人所临到的祝福是怎样的祝福呢？就像是约翰三书二节里所记录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会得到灵魂，会得到身体健壮的祝福。马太福音24:3以下记录着，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打听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全世界各因各种灾难和气象异变以及变异病毒而饱受痛苦。这周周一呢，新闻说索马里因蝗虫猖獗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每天最多能移动150公里的蝗虫群呢，据说每天能吃掉35000人的粮食。索马里，那么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呢，是食粮短缺的国家。但是呢，因着蝗虫群，这是周一的这个新闻。还有周五、星期三新闻报道呢，新西兰南岛因暴雨呢发生洪水，在2天内呢就下了1年的雨量，因此呢，村子呢被孤立，很多旅客呢还是被困在那里。不仅如此呢，新西兰去年12月呢也曾发生了火山喷发，导致至少5人死亡，一周间呢也不知领到多少灾殃。看旧约里面出来的这蝗虫群，看这在新闻里面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大家也可以找一下这个新闻，看蝗虫群一天呢就能够吃掉35000人的粮食。我呢，这有一天呢去买东西出去，那么看到很多人呢都是戴口罩，我就想，人们为什么这样戴口罩呢？然后我进到一家商店，这营业员呢就是对我说，好久没有见到没戴口罩的人了。然后我就心想，为什么都要戴口罩呢？正是因为最近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
所以呢戴口罩。那时候我才领悟过来。이제이렇게코로나바이러스로인해마스크를쓰고다니는많은사람들有很多人呢都是戴口罩，不戴口罩的话呢，反而是会觉得很奇怪的人。예전에좀비영화이런거보게되면한사람이딱물리면순식간에就是以前呢也是완전히그지역은폐쇄가될정도로지금사회적으로그러고있죠就是有这样的，就是또영화관이문이닫습니다심지어는교회까지现在新闻报道呢，也能够看到，说是那个教会也会沿着这个冠状病毒呢是关门，然后呢在家做礼拜。但是我们呢，认识知道神的爱，不犯罪，只要完全的圣守主日。献上完整的十分之一，当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我们是会时常得到保守的。愿一切感谢荣耀归父神。主仆当中有一位早晨上班，然后呢，就是只有这两位主仆呢没有戴口罩。那么大家看到在世上。也许呢会有人呢看到你们不戴口罩的话呢，也会觉得，也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们。所以呢，我们到外出的时候呢，也都要戴口罩，这是最基本的礼节。以前也是在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染病当中呢，我们万民的圣徒呢都是得到了保守。非典就是在2002年11月发病，7个月期间呢，在32个国家感染者呢有8273名，死亡者呢有774名，致死率呢为9.6%。那时候呢，世上的人也是非常紧张，但是我们非常平安。还有甲型流感，2009年5月发病，感染人数统计为35928人。之后呢，没有统计，死亡人数呢至少呢有17538人。流感是指流行性感冒或重感冒。流感呢是由多种病毒引起的，因突变或基因重组正在出现新的流感病毒，而且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其强度会变得更强。那以前主任牧师也说了，到了末时，那么就算是医学科学发达，新种疾病、新种病毒呢，还会更加猖獗，而且呢变强度也会更强，所以会有很多人呢，因着这些呢会忧虑。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样的气氛当中生活。那么还有中东呼吸综合征，是在2015年5月发病的，感染者为1167名，死亡者呢有479名。韩国呢有186名感染，38人死亡，死亡率为20.4%。现在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确诊患者呢。有30000多名，致死亡呢有634名以上。虽然死亡率呢为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速度呢是非典感染速度的10倍。在公共场所，还有看就是百货店、影院都是封闭了，都关门。经济也是很困难，但是我们万民呢不会因着这些事情忧虑担心。有因着这些传染病而忧虑的人吗？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话语而生活，所以呢不会有任何疾病病菌进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呢，也会完全的得到医治，因为我们都体验到这样的体验过，就算是有任何的病毒传染，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呢都能得到保守，我们有这样的确信。
灵支配魂的人，就是灵魂兴盛的人所领到的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为我们预备了天国美丽的住处，我们能够进入到那里面，这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祝福，是黄金宝石灿烂的地方。那么不知道黄金宝石灿烂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在这地上是没有看到过，当然呢是看到过俄罗斯的这样的就是宫殿，看到都是用黄金宝石所建造的，那么就会想象一下天国是不是比这还要漂亮呢，还要美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地方。神就是为我们预备这样的美好的地方，所以呢当我们灵魂兴盛的人呢，效法父神的心的人，效法主的心的人，神就会为我们预备美丽的住处，是在这地上无法相比较的，是那么豪华美丽的地方，还有自己所愿的是豪华的车还是美丽的船，那么父神都为我们在预备，这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而且呢还得到健康的祝福。上周通过恩膏聚会呢有很多灵魂得到医治，全世界呢也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一大大教区里面呢也有很多圣徒得到医治，一大大教区山教区20年的一位弟兄是朴玉成弟兄，特应性皮肤炎，从青春期开始的特应性皮肤炎开始在面部、头皮还有颈部周围的手臂、腿部呢等出现，从20岁开始呢情况呢就更加严重，3年来呢反复好转，病情恶化，痛苦不堪，然后遇到人呢都会躲避，只能在家里生活，但根本理由呢就是他没有断绝属世的一切，有爱世界的心，虽然认为是悔改的，但是呢也不力不从心，但是呢在去年特别带领祷告会期间接受了祷告院院长的祷告，那之后呢稍微有点好转，在12月份持救营新礼拜的时候接受了只有代请李守正牧师的祷告之后呢就有更多的好转，在恩膏聚会的时候呢现在90%恢复了，所以各种的痒症还有痛症呢都消失了，感谢祷告院长和周代行李守正牧师，将感谢荣耀归父神。再给大家做几个见证，一大大三教区5:1女性教会朱燕西劝世80岁，鼻息肉还有手麻木，年轻时鼻内呢就有息肉，平时呢鼻子擤鼻涕也是很憋闷的，喉咙呢也不舒服，有这样的症状，但是在祷告的时候呢稍稍有点好转，参加了祷告院聚会，祷告院长的恩膏聚会的时候，然后就能够擤鼻涕了。这次的恩膏聚会呢不仅是这些疾病得到医治，还有膝盖疼痛、肩痛、腰痛、颈椎间盘突出，还有心律失常等这些疾病呢得到了医治。也就是我在准备今天的正道的，准备今天的正道，我就跟教区的圣徒们说，有什么见证的话，可以做几样见证给我写几样，然后呢就是有很多圣徒呢就是得到医治，再一次将感谢荣耀归于父神，感谢父神医治我们圣徒们。通过话语和祷告让我们灵魂兴盛，让我们能够通过祷告得到应允，感谢植物代行李守正牧师，而且通过恩膏聚会让我们能够悔改并且为我们做祷告的祷告院长，이외에도더남아있는데간증들이还有很多见证呢。2018-2019年期间呢，就是努力担负使命，尽心
为了保守教会，然后担负使命的人呢，也有很多就是蒙福的见证。再给大家做几个物质祝福，得到物质祝福的见证。一教区百象旗执事，2012年在釜山呢购买了16坪，每坪300万韩元的地，他是为了以好的价格来出售呢。这堂写祷告题目接受主任牧师的祷告，但是呢，在2019年末以最高价格每平1300万韩元成交。在牧者的空间里面得到了祝福，感谢神。还有3青年宣教会的成基哲执事弟兄，在父神的恩典当中。在2020年的开始呢，能够以见证荣耀父神，非常感谢。我在准备结婚，正在打听在单位附近找房子，但是呢，单位附近的房价呢超出想象，成为了很大的负担。期间呢，确认了金浦汉江新城市幸福住宅入住招募广公告后呢，进行了支援，竞争率呢较高，但是我没有那么紧张，我觉得要快加速准备，做结婚准备。但是在最终发表的时候呢，是面临最终发表之前，就是在持旧迎新礼拜的时候，与我交往的女朋友呢，也是登录到我们的教会。在祷告题目当中呢，我也是写了一个，就是准备结婚。然后接受了李守正牧师的祝福祷告之后呢，这个商品房呢就中了奖，然后最让人担心的居住问题呢也得以轻松的得到解决了。能够种上这个大平数的房子呢，也是神的祝福，神的恩典。这位弟兄呢，在祝福祷告当中呢，他也是非常爱牧者，信赖牧者，所以呢，有朋友说主任牧师不好的话呢，就是说主任牧师有多么良善，是真实的。然后朋友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的时候呢，说你要是再说那样的话呢，就跟你断绝关系，就是这样。而且呢，跟他交往的这个女朋友呢，他在持续迎新礼拜的时候登陆教会，但是在1年之前开始呢就一同参加礼拜，所以在周边的人也是说他来到外面教会，然后你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然后这个女朋友呢就说，我到那个教会去看，那个教会呢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的教会，是非常好的教会。2018、2019年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圣徒们呢也是得到保守，也有很多见证。跟着时间关系呢，都不能一的给大家讲了。特别是在一大大六教区，在新月洞、木洞这些地区住的人呢，看这个房价呢，就是上涨的这样的见证非常多。用2亿买的这个房子呢，就是涨到4亿或者是6亿。还有的见证的是11年前呢，以7000万韩币购买的房子呢，现在呢涨到4亿5000。然后说在那附近呢还要有这个公寓楼建造，所以今后呢说还会上涨，房价上涨到上涨，就是非常感谢的是呢，我们圣徒们住的那个地方呢正是要重建的地区。这个地区的这个地区长们呢也有些人被迷惑然后离开了，但是呢这个下面的就是这些组长还有区议长呢，他们呢没有离开的人呢就是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使命呢是从区议长那边提升为组长，也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在神的爱里面，在牧者的空间里面又这样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将感谢荣耀归附神。
真正的都不能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了，讲结论。亲爱的圣徒们，灵魂兴盛的祝福，第一个是要我们来查看了真正有价值的人称是什么。第二呢，查看了灵魂兴盛的祝福呢，要按照神的话语生活，还有灵魂兴盛的人的行为和祝福的见证。我们离弃违背真理的情欲的事，打破我们的这魂，那么神呢就会赐给我们应允和祝福。如果灵魂更加完全兴盛，那么神不仅是赐给我们祝福，还会让我们体验到神，遇见神。以弗所书4:22-24，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要打破我们的心思意念，自己的框框能够更加攻克己身，要更加成就灵，成为灵支配魂的这样的人，内心心是一天，能够结出圣灵的丰盛的果子。我们相信慈爱的父神会引导我们走向亨通之路。我们万民的圣徒们，在2020年，如果还有一些缺乏的不足之处呢，就要悔改，能够反省。希望大家能够得到灵魂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的祝福。在做祷告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外客人。在芬兰施工的马尔蒂·佩克牧师参加着礼拜。牧师呢是因着宣教业务呢访问韩国当中呢，和睦本教会参加着礼拜。当他站起来的时候，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奉主的名欢迎您。思考今天的话，一同献上祷告。아버지하나님은사랑감사드립니다시간말씀을통하여서영원히잘되어지는복에대해서살펴봤습니다우리가영원히잘되어지기위해서우리의영이아버지죽었던영이살아나야되며성장해야된다말씀을들었습니다이제는더진리가운데아버지말씀가운데순종함으로아버지께주시고자하는영육간의축복을마음껏받아누리기에부족함없을수있도록함께하여주시옵소서감사하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通过影像接受主任牧师为患者的祷告，有疼痛的人请把手放在疼痛之处或软弱之处接受祷告，没有疼痛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心愿凭信心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亲自做工在机仙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支教会、支圣殿以及全世界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仇敌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光啊，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完整焚烧净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使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炎症也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也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精神衰弱等一切精神疾病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蹦跳，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啊，求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名命令仇敌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他的众使者也都退去。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谎诡诈的灵、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啊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福音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源、天兵天使、主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所有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事业，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所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的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涙の中おられる主、愛の主、それは命与える救い。